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吼、哦，这个系列知识就是力量。一个人呐，知影正确的知识，伊呐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伊的人生才知讲哦，原来安尼哦，吼、哦，唔对的路咱唔通行，咱行对这个对的路，哦，安尼足自然，你的人生愈来愈进步，哪行哪轻松，哪行哪感觉活着是有意义。行了唔对路，吼、哦，咱行到有够忝，佮行到最后，我唔知我要行去倒位安尼啦。哦，所以这真重要。我也分做真侪无同款的主题，甲大家分享。因为任何一个专业，吼、哦，任何你要做嘅代志，时阵，迄个内面拢有一个秘诀底下，你也掌握着。今日要来谈嘅叫做工作态度。工作上，咱应该会知影知识。真侪人上班是占伊一生足大一个部分呢，占足悬嘅一个比例呢。人一生嘅中间，你也想哦。我讲较歹听咧，你去上班，你的职场的时间，佮比你伫领导的时间佮较久，你知哦？当然，倒咧房床顶困的时间，咱无算啦，吼，咱个扣掉啦。只即个中间有八小时，你伫工作，回去领导敢若剩四小时，佮你的即个囡仔啦、吼、爸母啦，敢若阿婆大家斗阵啊，只有四小时尔，有八小时的时间拢伫上班，所以吼、哦，即个上班族。你上班也无快乐，都差不多等于你的人生都是无快乐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因为上班占较悬的比例啊，啊无卖讲整个人生啦，至少我安尼讲啦，你若上班无快乐，大概你的人生有一半是无快乐，因为你人生有一半时间拢在上班嘛，你自己的中间是超过一半时间拢在上班嘛，结果你上班的时候你拢无快乐嘛，啊你变哪会快乐？骗笑的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啊虽然回头过来想，足简单的道理。如果一个人上班若找会到快乐，我工作上我若有法度找到一个方式，让我工作会快乐，是不是我规个人在自己的中间拢真快乐？是不是安尼？你甲想看麦？哦，因为你上班的时间较长嘛，你至少你对早起开始想着讲我要来上班，吼、哦，足快乐的。安尼一日工作落来，甲你下班你拢快乐。我你讲我老三就好啦，我来录影啦。我老公今日要录影，想讲啊，真忝哦，要搁录影啊，小朋友真闲哦。我若一开始我这个心情，我对这下起床讲，今日要录影哦，足想要困的，足想要卖去的，足想要看下当卖录无录个足闲的，是不是我也未去的时阵，这一日一日开始，是不是已经 over 啊？是不是已经完蛋了？是不是这？今仔日这一天还未开始过的时阵，我的心已经将今仔日这个日子，我已经打一个大叉叉，我不爱，安尼免来快乐，安尼你今天这一天一定过得很糟糕嘛，多灾想嘛灾嘛，哦，但是你若讲换做另外一个心情，讲哇今仔日要录影，哇今仔日吼我要讲的主题是足重要的，一定有足侪观众朋友吼，伊的生活上有这个困扰。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吼，我一看看咧，听听咧了，伊就讲，我、哦、原来是安尼哦，啊安尼我知啊，因为看我老三的节目，所以和伊油门全变作快乐，和伊重担拢全提掉，和伊感觉讲做人的世间其实还够五万，我的工作是不是真有意义？当然是，所以是不是我要去录影，是我的心情我真轻松，是不是？一定是。所以当我心情真轻松的时候，我来到这录影时，我看到这工作人员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心情真好？是不是大家拍招呼？哎，各位好！哦，今日录影，哦，感谢大家，大家辛苦。来，今日录较紧的，哦，真快乐吼。安、哦、尼我一直讲，你一直录哈，中拢无停的，无 NG 的。啊，录落来吼，大家暗时较早回去咧，安尼是不是？今日这规天工作的气氛真好，安尼我至少今日我是快乐的。所以，这个上班族，你免啊调整。你的上班的心情，这个是非常要紧，因为你的整个人生里面有足大地拢在上班，哦，啊，咱讲较歹听啦吼，上班唔是每一个人的工作拢在选的呢，你知哦？你若让我选，我嘛唔忙讲踮厝的舔嘴手敲脚，对无？看报纸骂人哦，这个日子偌好嘞呢？大家来上班拢高不二三种啦，肉肚皮爱顾啦，所以你若讲
哦，老三嘛，我若像你安尼找到安尼这尼啊好的工作，我一定像你安尼真快乐去上班。哎，唔是安尼呢？哎，哦，你像我咱咧做电视，这要赚真侪钱哦。你当作我胡瓜，我刘瓜啊，你嘛甲差不多嘞。哎，那这差不多，敢那像义工的性质同款呢？咱是讲用这个服务，啊，圣经讲咱有做工的，通得到工价。哦，咱有在做，加减人甲咱感谢车马费哦，蒙领。你想讲做这个？像咧，人咧主持综艺节目，主持一集30万、40万，安尼哦，你差较济咧啦，啊，我无30万、40万，冇3万、4万，我听你咧讲啊，3万、4万啊，你来做哦，无啦，无啦，咱做这唔是为着钱啦，你讲要倒一个行业是真正轻松个钱赚了，这福利够好，哦，钱多事少离家近，无啦，无一款工贵啦，我咧讲，无啦。那有一款工作你在做，你也做了不快乐，因为无聊嘛，因为钱多事少离家近嘛，对不？都不需要等于厝啊，规日他妈收来收去，乱乱收，安尼念嘛。迄、那个工作袂多少你成就感啦。所以我今摆要来讲诶，亲爱朋友，任何一个人在每一个行业，无论你伫外面看，看起来是外好的一个行业，伊也做了会闲诶时阵。讲真正嘛，你既然要讲胡瓜，无咱讲胡瓜，对不？在台湾足出名的，有够红，有够红，迄毋是讲红一两摆尔呢？迄有歌星偌歹命呢？迄出来红红一两个月，红无到一年，拜拜无人捌你啊！胡瓜，咱这节目主持界常青树，你知道？对少年主持较老呢，有够红的红啊！迄主持费，节目主持费一集几落十万呢？赚钱赚啊变过呢？对不？伊做这行应该真快乐才对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唔是你的收入的问题，是咱要安怎样克服咱在工作上所遇到一种的、一种的困扰。咱要哪遇到这个工作上，咱一般叫做瓶颈，就对啦。任何一个工作拢有好有歹啦。世间无一个工作，你做一世人做甲袂闲的，无一种工作啦。即嘛主要是你讲，当你感觉闲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克服啦？你袂当讲我做了先，我换另外一个工课来做。你即马阁换一个另外一个工课，阁做一两年，你嘛是阁做较先，啊做较先就阁换。所以人讲 一年365天，伊往那换365个头家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做一行啊，切一行，啊就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工课拢做袂掉是安怎？做一两工先啊，不好玩啊，一直换掉啊。这样你袂使，袂使，咱来调整。哦，咱来调整，因为我拄仔讲。就算你做成胡瓜，即落干呐出来讲笑话，对不？主持节目讲笑话，阁有三四十万通领，吼、哦，外好嘞呢。但是你若看伊的生活，伊做迄行，伊会拄到伊的瓶颈无？嘛是同款的，唔是讲我主持一集你100万吼，我就做甲花头喜面安尼，唔是，咱是人，咱唔是机器。我伫台顶咧讲笑话，讲笑，即嘛来讲卡，机器停起来，啊、哦，我嘛是忝个。我们是讲哇，足忝的，做甲会忝。你讲你一集赚过了10万，你也忝。啊，阮摄影师一集我摕偌济尔，我才忝嘞。你袂当安尼讲，因为每一个行业，伊拢有伊本身这个行业快乐的所在，也冇伊这个本身的行业无聊的所在。任何一个行业，拢总是安尼，有一好，无两好。所以咱来知影，你既然做这行，哦，你既然踏入了这个专业。你都要学习，你就是讲，我要安怎样维持我对这个行业的热情？啊，当我拄到这个撞墙时，我做甲在新的时阵，我要哪克服？你若讲我已经用尽办法，我永远无得克服。我逐天想着要上班，我已经拢无热情啊！啊，你会当换另外一个工作，这个、我无反对，这个、我无反对。哦，那唔是讲做一个行业就永远做一世人，唔是这个意思。咱咧上班嘛是一个学习，人际关系学习。咱做迄行，伫迄个专业的学习。你讲我同款做业务，卖保险甲卖车都无共啊。我卖车，我对车有一个专业；我卖保险，我对保险有专业。迄是无同款的专业，同款卖物件，但是卖迄个产品无同款，迄嘛是一种学习。所以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你的工作。哦，所以你若抓到迄个美角，讲哦，原来每一行，我就算去换另外一行，嘛是会有这个困难。啊！你的心情足自然就平静。真侪即上班族的人，伊犯了一个错误，伊拢是讲我入错行了。我若来做另外一个工课，我即摆已经赚大钱啊啦。我若做另外一个工课，我即摆可以足快乐啊啦。哦，这就是错误。
这就是我常常在讲的，你走错路了，你走了错误的路，你这种想法不对，你这种想法你会很痛苦。你要去想的是讲，我既然做啊，我一定要找出我在这个行业我可以学到什么。就算我不做孤等了，做起来两年三年，至少你要讲的是你啊，这个、我捌做过。我们教的一个军人，你知道军人哦，职业军人哦，迄在军中做几落十年啊，做甲提早退伍，我那个笑笑讲，你若要做较久嘞，你若做较久嘞，即马做将军啊。伊应一句话，伊讲做将军咩有趣味啦？我紧早早提落来，伊讲我提落来了，我搁捌做过啥物？做过医疗，哇！啊你做军人吼，拢个人立正扫视的，你竟然去做医疗器材？伊讲对啊，因为我感觉身体健康真重要，所以我退伍了后。哦、我职业军人提下来了，我将军我无想要做，我提下来了，我踏入了另外一行，专门去咧受一挂训练，对这个医疗的方面爱去了解。所以讲，今麦你要甲讲医疗的部分，我知影，因为我捌用两年做过遐。后来呢，我也捌做过辅导，伫军中的时捌接触过，免啊辅导一个阿兵哥想要自杀，所以讲这个辅导的物件，我往那捌学过。喏、哦，我今麦咧做啥物？咧做投资啦，咧做理财啦。我现在在做这行，要安怎帮助我的人客，他的钱交我，我会当给他赚到钱。我现在在做这啦，我、哦、你现在来做这，他说因为我的钱被人骗过，我已经被人骗，我的退休金，我军中下来退休金，一笔退休金被人骗去，叫新加坡的，哦，那老师来信交外贵，那银行的行员跟外国的人交接，结果呢骗足济咱这台湾的投资的人，啊，这骗的人拢高级的，拢有律师啊，什么？哦，拢知识分子，结果叫人骗去，所以我骗一个足唔甘愿。我怎决定我要好好研究投资这类物件，我要做一个真可靠，一个帮助人投资的顾问，财务顾问。迄、那个房钱去用倒，真正是吼有够唔甘愿的啦，有够硬的啦。所以讲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要做一个真好的财务辅导者，人钱交我，我要让人会放心。所以你看，伊做真侪无同的行业。但是因为他的态度是积极的，所以他的工作的表现非常好，他的人生活得很快乐、哦、所以这是真重要的观念。休息一下，等下了继续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。来，今天跟大家谈的知识就是力量，多一个方面的知识，上班族一定要知道的知识、啊、其实这有一个原则在那，什么原则呢？来，人生金融跟我们说，今天圣经这句话跟我们说，说呢，咱要求一个管家就是要有忠心，这句话就是咱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伦理，就是头家请我来，我做这道，我就是要忠心。啊，我卖做，我做八道，我都既然来上班，我共领人的薪水，我爱忠心，我爱忠心。就算我来共洗碗、扫涂骹，我也是好好做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所以基督徒真重要，就是讲，我认为讲，一个人出去外面咧吃头路，你既然去啊，无论你欢喜也好，无欢喜也好，你讲我搞不离三种，我用别个拢好，你既然做，你就是忠心。你就是要忠心，因为人请你来做，人请你做总机小姐接电话，你就好好啊接。和人客户接电话，人甲人接你讲，甲你讲电话时，感觉讲啊，恁公司服务真好。你要有这种态度。其实一个人，伊呐做这个基层的代志，伊也认真做，真紧主管就会欣赏。人讲欣赏这个人有能力，其实什么叫做能力？你知道？就是负责、忠心、负责。你交代我，我甲你做较好。啊，讲这个青年人啊，哪会安尼？啥意思？做代志无负责任吗？伊无够忠心吗？你交代伊个代志奇怪，会出错啦。你交代伊个代志，伊在做的时候，你讲啊哪呢？拢常常出，常常出一个小差错嘛。哦，迄就是伊工作的态度，迄就是伊无正专心伫伊个工作上啦。哦，人讲无忠心啦。所以你若讲我无法度啦。我做这，我都无趣味，我都无想要做，我根本我都无想要来做。那安尼，我感觉你应该换一个工作。
你若如果你即摆上班是上下讲啊，咱一般的形容讲叫做吼，食的是无味啦，啊叫你淡掉吼是无菜啦，吼、哦，食无味要淡无菜，干哪安尼？我真正感觉你要调整，吼、哦，你要调整，两项嘛，一项食无味，无你念到有味嘛？哦，咱查甫人无啥会晓煮咧，有当啊，咱煮菜煮出来讲奇怪无啥味，啊，这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。有够简单，你去买调味料，哦，你买一寡即个品质足好诶，诶调味料，像阮兜就拢安尼。有当啊煮面啊啥吼，感觉讲，那煮了无啥好食，足简单诶。边啊一罐调味料，较早吼，咱诶上简单诶，沙爹酱、沙茶酱，歹食，沙茶酱淋落，拢好食，哦，足好吞落，哦，啊，佫较早较散诶，豆油淋落，吞落。哦，食饭加豆油，食饭搅豆油都甲吞落啊！哦，啊，即马足侪物件通淡诶啦，什么海苔口味啦，哦，什么和风酱啦，啊，个什么什么什么吼，足侪嘛，淡落就好食，对不？我较早在做这个系列，我讲过，讲我即卖健康原则，我即卖拢尽量食青菜嘛，对不？但是你也知影，青菜是完全无味呢，青菜本身是拢无味呢，要安怎？就是要靠边啊，这酱料啊。啊，无我冻会掉，你叫我逐日早顿拢食迄吼，真正食甲真正绝对会酸的啦，食甲会惊啦。啊，要安怎？足简单啊！我逐日拢食生菜啊，但是我逐日甲配无同款的酱料啊，对不？我当啊配和风沙拉酱啊，哦，啊当啊千岛沙拉酱啊，啊当啊小可咱配一个迄个优格啊，哦，各种的滋味啊，我摆啊，一三五二四六我摆无同款啊，同款的菜我温无同款的料，食的滋味就无同啊。你知影意思无？我感觉讲，你若感觉这个工作真无聊，你也家己去找另外一个方式加味啊。哦，比如讲，甲朋友大家开讲，足好足好诶。工作是真无聊，但是这同事大家足好斗阵，安尼就是加味嘛。你有你的工作有一个趣味嘛，你卖遮痛苦嘛，对吧？所以人讲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无味你就无味，有得加酱料就好啊。你咧，你若加一寡味落就变好食啊。物件歹食无要紧，有味就较食落去，食上较食落去啊。这一步我甲你教。这个就闭关。哦，第二单调啊，可惜啦，哦，唔甘啦，哦，头先唔甘，你无单调，变来换一个较好诶，你也单调。你若讲我都加味啊，我试足侪方法咧，都是无味，我就不喜欢。啊，不喜欢，你讲啊，但是我需要这份薪水，做人变遮艰苦啦。你就开始准备讲，我来换另外一个工作啊。我较早教诶一个青年伫工厂啊，哦，工厂啊。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主管，但是有一日甲我讲，伊讲吼，无啥物做，无前途。这份薪水袂歹啦，但是伊讲吼，就算我去做另外一个行业，钱赚些比较少，我嘛甘愿。我要快乐啦，我要快乐。以后咧，出来做保险，我是头一份的保单，伊头一个催我，伊讲你敢有保险？我讲我无，伊讲无吼。你这边参与这个保险，我讲好，哦，赞助你，没问题，我就加入保险，所以我是伊头一张的保单啦，我是伊第一个客户啦。人即马做个经理啊，人即马做个家己有一个办公处啊，哦，所以我讲真好。你做人就是要一个企图心嘛。你工作上，因为我拄啊讲过嘛，工作时间这么长。工作上若无快乐，你整个人生都无快乐去啊！所以你爱会晓知影讲，我要怎保持我的心情的快乐？我要安怎让我家己感觉人生才有意义？你本身你爱努力，当你若愿意安尼做了后，你整个人生才会开阔。人即马日子过了真好啊，人过个足快乐个呀！追求家己的人生，你要爱人生，你爱去甲追求。所以亲爱朋友，无论你做啥物，你爱忠心。你即马在做，你就好好啊做。你若要换，你就换过了，你就好好啊做。这种态度会带予你整个人生足大的祝福。所以我最后就祝福咱亲爱朋友吼，真正你心想事成，唔忙你找到一个你真热爱工作，嘛唔忙讲你伫工作上找到你生命的价值。这么时间就到这，多谢各位。
欢迎收看《老三念歌词》。大家讲，真面熟呢，这今仔日咱伴奏老师是咱老三念歌词有史以来最高档的伴奏老师，董运昌老师，吼，咱这。董老师，观众朋友已经算完了老朋友了吼。那你过几摆的节目中呢，邀请伊安尼来演奏吼，这是咱算台湾的艺大大师级的就对了吼。你讲，老三么样？大师级的你叫人当边啊伴奏？那安尼看，个演唱唔是皇帝啊，无啦，个演唱呢，这原来是另外一个这样特色。你看咱董老师甘愿坐当边啊个伴奏，你就知道，今日要来演唱的真正无同款。这位真特殊，这位呢是咱周文斌周老师。好，你好，米桑，各位大家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这是咧，咱人对国外登来，所以无啥讲台语。无啦，你自我介绍，你是到底多位的人咧？其实，我妈妈是原住民，原住民，所以嘿，我代理布农族，布农族，江夏过了节的布农族呢。你好，米桑，你好，米桑，你好，米桑，什么意思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。啊，咱现在今邀请这位贵宾呢，因为呢，伊是咱台湾头一个吼，假声，吼，用假声在唱南关音，吼。我老三咧讲小老三，我咪用爱用假声，但是吼，人说南关音迄唱歌绝对让你感觉无同款，所以今日个特别邀请咱周文斌老师来唱一首叫做《月夜愁》，老师请了。感谢主殿。